20年就够了，20年就是哦，
金摩归多少片，那是你不是把我的归多少片，然后金摩转台湾的罗给金摩，我对他老百姓金摩讲。2020年9月4月7号，就是这样判决。我刚才讲了，第一条就是台湾无国籍，没有国际社会的政府，至今仍生活在自治内力中，要自动的协助原告美国，就是台湾民政府。 美国目前还在美国军事政府占领中，从那一天开始，就把台湾所有 ROC 他们的战车飞机什么都能改掉，把那个车轮排的那通通改掉，现在所有军队什么都没有，然后在2014年的天空的制空权、制海权，通通现在都收归美国。我讲一个很简单又快的一句话：哦，台湾要经过。 不是的，来了飞机以前，马英九时代，马上技术就被中国，连就是不要说偷了，就输过去了，人才被他们抢光光，土地被他们抢光光，技术被人家看光光，人才被人家抢光光。现在啊，美国是把美国的飞机弄到台湾来，他们自己在归啊，我们付钱的，你了解吗？ 对我们的战略地区，台湾都没有一个保障。台湾澎湖所有这里制海权，它传过来也是他们在开的。现在卖给台湾了，以前卖给前几天拿去了200颗飞弹，放在关岛，它不运过来，为什么运过来的时候，你又把这个技术又光溜溜的又输送给中国？美国现在尤其是川普现在起来了，通通要把你割开，我们接制。 跟我几年前讲的一样，要把这些难民，刚才像这些难民后代，把这些剃得光光，把他们干干净净除去。你要留下来，你要变成台湾的居民，我们是台湾的公民，所以不一样。你要留下来可以，国际法有游泳期，让你自己选定，但是你不要去，去你就回不来。像日本，你要做日本的国籍也哪有那么容易？ 但是开始要有勇气。好，台湾民政府是属于美国军政政府的台湾民政府。我告诉很多人，你出去不要跟人家讲台湾话哩，讲台湾民政府。很多人一开口就变，好像被枪毙就死掉，就倒下来了。啊啊！像我儿子啊，你自己去玩了、啊，你去玩了、啊。台湾哪有几句话都是这样的？好了，你去了舞台，我对他是那么高啊。 哦，好像你自己去玩了、啊，所以我现在都告诉他们，你不要讲台湾民政府，你讲美国军事政府，我们是不是有美国军事政府的那个旗帜？美国国旗，这个是美国军事政府占领的，这个是他们一颗星，这个就是美国军事政府的旗帜。所以说，我现在跟人家讲，我都告诉人家，您的脚步稍微看一下。 你告诉人家我是哪里，我就是台湾民，我就是美国军事政府啊，没有错，我们就是美国军事政府架构下，这样你了解吗？好，我们现在有司法国会、内阁、参议院、众议院，我们有六州，州长现在昨天有在会议，今天早上也会来的样子，现在在楼上五楼，这个就是架构，我们台湾民政府。 我们3月9号，美国律师以来，台湾民政府控告美国政府的哦，以及中华民国的案件，美国高等法院已通报3月9号召开口头的辩论庭，30天后会宣布审判。律师已经来通知我们了，所以你们来得早哦，你不如来得巧了，你们现在来的刚刚正是时候，我很羡慕你们的。 了解吗？脱下的人都在脱下，懂了，他懂了，他在脱下了，哦，好，接着下来，我们非常清楚，南海到这里来，1936年，日本就把南海3月9月30号，把南海归为我们高雄州，太平岛归为我们澎湖，也是高雄州管辖。 你看台湾这些就是属于日本土地，中国都是建国年啊，建国年啊，农业也来削林波，他一直来讲是伊的啦，还有偷偷的到南海那边去屯驼啊，去
去主导。你看他们都是用这样子，1950年、1958年、1989年都去联合国去告，说美国的时候侵占台湾，然后他们只要要求联合国把台湾把他那个美军赶走，结果联合国说好，那、啊、你给做消息，你有没有证据拿出来看？没有，再延三个月以后又没有，好，就这样子，现在已经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要再讲台湾了，他已经没有了。我等一下会有一张秀，一张叫做《一中政策》。2016年的同心携手，明天会更好。台湾民众，我们秘书长夫人做了几次的非常成功的外交。我们在2016年的3月，我们第二次提告，现在刚才讲的3月9号要审理。5月16号的时候，美国众议院的外交委员会按那个就是裁定说，有一个88号人说中华民国没有台湾，台湾没有中华民国了。就那一天哪来的时候，从来就没有中华民国了，非常彻底的、干干净净的，那个把它除得非常干净，以前都没有拖泥带水，叫做什么模糊政策的既得利益啊，很多的这些。美国都是这样，你看，白纸黑字，这个叫做罗伊斯，这个叫众议院的外交委员会委员长，他哪来的时候，他是坐专机来的，拿这个88号拿到来交给蔡英文。我每次用开玩笑的这一张，你们看得出来，蔡英文是在哭还是在笑？笑不出来啊、哦！他耗了多少年的干货？选出来了中华民国第14任总统，结果美国没有，你是临时的，你是现在台湾，现在他们政府叫什么名字你知道吗？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当局。他变成局长，他不是总统，他也不是蔡博士了啦。所以这一张给他的时候，他们现在在我看起来赵公金啦、啊、什么这些他们事务啊都不改。也许哦，他说啊，那咱们个嘴鬼狗一样的无啊了，不必要做坏人了、啊，可能是安内惯了。你看，蔡英文是总统府系局长啊，他现在是局长啊，然后总监理嘛，蔡博士府系啊，美国就非常清楚的讲，你蔡英文现在第4任的临时的负责人了、啊，台湾第一任就是那个谁李登辉了。第二任就陈水扁了，第3任就是马英九，第4任就是蔡英文了。临时的这里的办事处的什么局长啊？你看这个证言，全世界所有有50万本没有不是在销售的这一张，让人家看7个国家认定台湾民政府已经把台湾民政府推上世界上联合国了喽。联合国是一个什么样组织的？全世界最大的这个国家组织的都是国家级啊，你要进入没有国家级不行啊。结果他们讲了一句话：台湾2300万人以国家来对待。所以这种情形，你看这一张杂志出来，这个第一面封面，你看秘书长夫人在下面这里，上面那张秘书长，这个不是我们自己。设计自己印出来的，不是，这些都是什么？就是 G7 的那个杂志挖掘出来没有卖的，50万本给全世界的各个国家的那个领导的领袖，还有各个企业的领导人这样子。他的那个 GDP 是多少？63%，是占全世界63%。你看。这个台湾干部，这个都已经出来了。现在全世界都认定台湾就是台湾政府，哦，好。一直演变来亚太地区的驻青罗素，美国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参与 ICAO， 这个是什么？民航组织哎，你拿了那个中华民国，你到柜台，民航组织你到机场柜台。你去看，现在不行了，
今年开了会，他们不可以，我们台湾民政府可以进去。你看，他支持，他们在那拒于台湾媒体于门外，台湾的媒体去访问，来，你站到边啊，不能进去。所有这些要更取消注册。换句话，今天的1月1号啊，他的那个中华民国的那个绿色护照是不能用的。现在也许是延期过渡时期，或者是那个什么，我们现在犹豫期的样子，它可以挑，可以暂时使用。现在要的是我们台湾民政府的旅行证件，因为我们不是国家，所以叫旅行证件。像以前的琉球叫旅行证件，不是护照哦，这个是国际法这个规定的。你看，他们取消注册就是没有，应该行不通了。结果现在不能去联合国，现在在外国很多地方不能去，然后去编导，你这个是中华民国护照，你是要中国，你要拿中国的身份证，拿不出来，暂时他给你面子，台湾人好，你是无国籍，有没有？最近编导你们都看到，日本更这一张没有，改为什么？改为台湾，所以我们这里有证据。像这个坐在门外被赶，他们自己在酒店那里开，哦，没有人去。最近也改了，叫做日本台湾交流协会，以前叫什么名字？叫日本交流协会台北办事处，那个是 ROC， 现在不是，把台湾提升跟日本排在一起。我们现在是没有大日本国，如果有，我们应该要回归日本天皇，我们变成日本。然后现在是日本国，我们他管不了我们，我们是台湾，不是日本，我们是日本天皇的，不是日本国可以管的。哦，好，接着下来，这个最近这几天，这就修公棍，德国的法务部认证台湾，台湾更验证明代表处，德国台湾代表处，英国台湾代表处，英国要改了。现在通通都要改，为什么要改？承认我们台湾，所以这些都是证据。这一张修正本，这几天的，所以我要告诉各位，台湾民政府，我们现在即将要执政的这些，你看，日本那天7月9号，日本人在6月1号才没有中华民国，他7月9号历史线的一刻，居留卡国籍改为什么？由中国改为。台湾，你看，他是台申报的负责人，赶快他去排第一号，他这个历史的纪念，这个人呢，笑他那个嘴那个合不拢。你看，川普将提名贸易鹰派的为美国贸易代表，那个叫什么提勒斯，提勒斯马上上来当国务卿，怎么讲你知道吗？是提勒斯当国务卿，对啊，中国你不能在南海造岛，中国你不能更不能登岛。我以前敢这样子啊，奥巴马时代你敢这样，我就是一直在看中国不惜一战，那你奥巴马讲什么？我每次都跟他批评中国啊，你说不惜一战，不惜一战你还坐在椅子上，你椅子拿掉不是不是站起来了，有没有？那意思呢？不然我退出海洋公约，你为什么你现在不退？7月12号宣判的时候，海洋国际法庭宣判，他7月10号就把那个什么灰弹炮台统统撤走。那这样什么叫不惜战？但是奥巴马他们什么都没有讲，但是川普啊，现在呢，这些都是鹰派的。为什么会有这些鹰派？鹰派会起冲突啊！鹰派一能鹰鹰干你啊！川普就是这样个性。本来我们想说你是生意人啊，你怎么有这个胆量啊？但是他就是美国爱国的，他就是什么美国利益。当然，建立所有社会交易什么这些，我们不管，我不讲这些。我讲的就是你美国利益的时候来讲国王。国王就是维护到你国家的安全，台湾澎湖是一个亚太地区最重要的战略地位，你必须要维护平安，维护在这里的安全。
结果他刚开始不懂，我要派出亚太地区，后来马上知道的时候马上改了，没有几天我要多派47架 军舰到台湾来，到亚太地区来。日本安倍今天这几天又要去美国了，他马上去美国，你怎么可以撤出亚太地区啊？危险也危害到你的国家。所以他来的时候马上又讲又改口了，连那个什么，连那个那个叫做以前的那个众议院的议长都讲啊，我们把琉球的军队把它移到台湾来，因为南海的事情或者是日本海的事情，台湾就可以足够了。台湾不是很大，台湾听说60架战斗机在上面挥来挥去会相撞的，挥得太快，台湾的上空没有多大。前几年呢，去年而已啊。他们说：“台湾上空桃园、新竹，他们都看到上面呢、100架、几十架的那个直升机啊，挥过来挥过去，是什么原因呢？因为美军真的要来了。”我说：“不是要来。”他们所有每一架直升机都在所有战斗机的飞行员来熟悉台湾澎这些南海这些上空，因为跟中国不习战，擦枪走火就会站起来。我讲的结构没有错，我不是军事专家，我为什么知道这些？因为我看了很多报纸的时候，我把它核对起来，他们就是这样。辽宁号来，我们以为哦，他来干什么？他那个是来是会谍，你知道吗？辽宁号如果是在这里的时候，我们来讲，我们把南海、渤海，把那个渤海、黄海，把它那个东海围起来，他就要死在这个路上。什么原因？美国11艘的航空母舰哦，他们如果补给物资的时候，可以在海上哦战斗6个月。你辽宁号补一次出来哦，只有6天了，7天了。不赶快回去的时候，那些那个官兵、那军队都要饿死了。那些水手啊，你怎么战？你一来的时候，我们就笑一笑，把那些我们的台湾海峡的界限这些把你围起来就好了。所以他们是在干什么？是因为在训练他们的海军。他们马上有2艘听说要起来，要建造起来航行的时候，在什么，在训练那个那些的水手啊。很多人不知道我讲这样的说，你讲的也许有道理，有道理有什么没有道理？你知道吗？刚开始的时候，从东海出来的时候要到南海，开到新竹外海的时候，马上我换一个就又拖回去，什么原因？里面哦，好几千个那个海军的那个水手哦，每个人都晕船了，在那个辽宁号上面，又中心轴断掉，不得不从新竹外海拖到福建去修。我讲这个时候，很多人在笑，真的就是这样。后来打听了，就实实在在就这样。不是说我是专家是什么，没有，我是看到很多这些组合起来。好，什么叫做政策？什么叫一中原则？川普说只有一个一中政策，没有一中原则。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不是中国的。那这样你跟答案出来，你们了解吗？一中原则、一中政策，很多人迷迷糊搞不懂。我特地把它拆开来，精确的内容是这样子的。精确的内容，第一条。中国只有一个，2个中国政府的争议，你们去和平解决，看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中华民国。然后呢，第二个，台湾不属于任何一个中国，不论是 ROC 或者 PRC 或者 PRC， 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或者是中华民国。现在他是美国总统讲话要算话，台湾不属于任何一个中国，不论是PRC 还是 ROC 啊？我讲到这里，我就笑奥巴马。奥巴马每次讲到一中政策、一中原则的时候，他都讲什么呢？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我们不容许台湾独立，我们不容许台独。你讲这些废话，你应该要讲台湾跟中华民国无大干，跟中
跟你中华民国，跟你中华人民共和国问卡达，这样才对啊。他们都怎么讲？我们有全世界只有一个中国，哦，中国都好高兴。对啊，一个中国，一个中国，我们就拥有台湾澎湖啊。然后他讲啊，我们非常反对台独，啊，中国也反对台独，就是死路一条。你讲这些干什么？奥巴马，我讲你跟那些 AIP 哦，你都有哪块好处？差一点我们被他们卖掉。如果这样子的话，以后呢？当然我们是有法律根据，有万国公法根据，但是还要不晓得要拖几年呢。所以我们现在很高兴，今年五月三号，我们马上我们要兑现。所以我恭喜你们各位。好，第三条，这个才重要。不承认 ROC 哦，就现在在台湾的中华民国，不承认他合法代表什么？代表中国或者是台湾，他不是合法，他不承认这个是政府的，哎，已经没有了。1949年，他就变成什么？变成流亡政府啊。但是流亡政府也没有资格，没有几年了，他就什么连什么都没有。1979年。美国跟中华民国断绝关系，其实是跟什么？应该要美国跟流亡政府断绝关系，应该这样写才对。他们都写什么？跟中华民国断绝关系。中华民国在哪里？1972年、71年，美日本要把台北合约拿掉。我在管你台北合约是什么，你中华民国什么在台湾是什么，已经没有把你认定一个政府，就把你拿掉。所以这种情形，你看看懂才知道，这一张这个绿色这个是护照，他们就是用这一张出去全世界。联合国不能去，有很多地方编导，现在很多地方都不能去了，慢慢萎缩。我们常常讲台湾为什么那么苦命，奋斗这么久了，现在还在美国还在这样子，其实不是。美国一下子要通通把它改掉，其实也是有很难的。像现在我们说要接受，我都讲什么了？要先把难民解决掉，我们才接受。不然的话，他们会在外面哭，会在外面什么？我们还要给他们老年人进来，还要给他们退伍金，什么给他一那个看起价高的剃头，一个月20000多，没有了啦，所有这些都没有了啦。还有那个以前呢，叫我们反攻大陆。没有一个关紧闭，结果现在他们自己跑到中国去，结果怎么样？所以说现在非常的清楚，你这张没有用会带来什么样后果？这个现在不能用，这些在中台湾以外全世界你犯罪，不是说他们是网军，他们是诈骗集团，你是做生意，你在外面有跟人家法律关系的，一律都给你送到中国去。没有送到中国，中国也会要求要送到他们那里去，要派人来抓。你看看，这个是中国警察下飞机，你有没有看到？就是这样子。现在还去，现在出去了，他们不要犯罪，犯罪也是送到中国去。所以你看看，都是这样。这个马来西亚21年。前几天，前几个月还有一个什么100多名的，川普他这样，他这个是他的底的手势，这一张才好笑，才笑起来，其他的都很难看，不是混布的脸的，都是你们有没有看到马英九有没有？有没有那个又火在下，又把他塞里面有没有？没有啊。啊，如果是川普哦，都是把他那个混布的什么人都是在我去选哦，被我选这一张，这一张是从哪里呢？凭良心讲，我这是从电视把它照下来的，后来也有这一张啊。你看，哎，今天搞，今天是阿沙那个伊拉克跟那个什么。阿富汗，只要碰到他指令的所有派兵都穷追猛打，一直都追。后来嘛，也他们的所有将军们、他们的伙伴都很佩服他。
结果呢，这一次轰国呢，能咬的几万只的中国呢，你看中国一听到他都害怕，这个都是川普的责任的，他派的都是修大会，都是这些什么，都是鹰派的了。他一开始就什么，你中国，像那个川普就讲，你中国你就是会议你的操纵，你所有这些你都不公平，让美国吃亏。你看他一下来的是怎么样？他怎么讲四星上将这个人？美国新任国务马蒂斯四星上将。马蒂斯在伊拉克阿富汗作战时候穷追猛打，为他赢得了轰国这个绰号，将领们都非常的尊敬他。1950年出生，今年68岁，他有长7000本的书，没有结婚也没有生小孩，他是爱国，他是什么？他嫁给了军队也嫁给了国家，他有40几年的军旅。川普派这样的人，所有的总统、所有的领导人敢派这样的人吗？你不怕擦枪走火？结果他什么？国务卿、国防部长，还有几位都是鹰派，都是要跟中国不行战。这个真正，中国就像不断的加油，点起来了。金正恩有没有点起来了？他是一条有那个什么绳子的一条狗的。所有这些，你看，川普是正派的还是虚伪的？所有那些报纸是真的还是假的？美国准国务卿马蒂斯，中国为铁指南来造谣，也不准正导中国。你看看，台湾关系法共18条，太平洋和平安全稳定，美国人民、台湾人民商业文化等正常往来，不像你以前的。哦，美国跟台湾、日本跟台湾，我就叫起来。台湾出去世界就不能跟什么民间，只能跟民间组织往来，国家级的那个就组织就不能往来。WHA 呀，那个是花马英九花多少钱呢、啊？花很多的时候去巴结中国啊，才进去 WHA 呀。现在美国不是，很早以前所有台湾要出去。管在 ROC 的时候，你不能进入国际组织、民间组织，你只能用中华台北，不可以用中华民国，更不可以用台湾。现在，你现在进入国际组织、民间组织，你进入国际组织，更是国际组织，你只能用台湾，不能用中华，也不能用中华台北，更不能用中华民国。现在不一样，我今天讲的目的就在这里。台湾民政府、台湾政府现在要执政的，我们现在名正言顺，美国也通全世界，所有在台湾出来代表的就是台湾，不是中华民国，也不是中华台北，更不是中华民国。你看有没有雷根讲到这个六个保证？讲到这个就很奇怪哦。我跟你讲，我刚才要讲。川普，你今天你当选了，你还不知道全世界200个左右国家的这些那个国情你都不知道，你所以才会叫那个蔡英文叫总统。然后为什么马上就有他们里面的领导团队，还有那个什么执政团队，他们所有这些那个智库，所有这些那个叫什么，他们的这些团队啊。约律不可以啊，你要知道雷根啊，他为什么会讲到雷根？他怎么知道人家就给他讲雷根有6个保证啊？我们有台湾关系法，不用怕。所以你现在改变就是讲雷根说的对台湾的6个保证。第一个什么？美国不赞成对台湾军售设定期限，也就是美国对台湾军购没有时间性的。跟你中国什么 ？ROC 比李登辉的时代还什么？像那个烟，那个化工卖拉华业，还给江泽民1亿美金，台币3亿。现在还给他
不要管他，那个以前是什么，都是他们的那个什么，美国的那个从那个叫什么，那个希拉里她老公叫什么，我每次讲的我也忘了，克林顿来了到奥巴马都是这样子的，川普美国国家利益威胁，他是生意人，他也不会贪一毛一块一毛，他就是奥巴马，这些都是政客。所以川普要讲，我要推，我要对付这个中国，我要让你奥巴马吸下的是全世界最笨的笨蛋，有没有？他有没有这样讲？哎，你们有没有听到？还是我没讲？他有没有这样讲？没有了哈。啊，有了，有这样讲啊。我有没有讲错？没有了。美国并不寻求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那怎么样之间的条件，美国不会来干涉，所以这个就是以前尼克的时代，所以他现在的所有很多这些执政团队，所以执政团队都好几百个人几千个人了，是变成浓缩，变成有几个的这个自然团而已啊。但是所有这些出来，你要按照雷根那个时候的六个保证，第三个，美国也不会施加压力要求什么台湾跟中华人民共和国谈判，没有这回事。刚才讲的台湾就是台湾，更没有中华民国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 PRC， 没有 ROC。 你看第四条，美国对台湾主权的长期立场没有改变，尤其是台湾关系法是美国的国内法，它没有改，美国无计划修改台湾关系法。台湾关系法由来你知道吗？在那个卖国的那个把我们差人卖掉了，那个尽心尽力收容的那个尼克森，1972年签一个上海公报，里面有一个承认，一个叫认知。认知是依中文来讲的说，认知你就已经承认了。结果美国的那个英文的字典叫韦氏字典，不是认知，并不是等于就代表承认了。所以在1979年的时候，中美建交的时候，把那个认知改掉，要以美国韦氏字典为准。结果马上出一个台湾关系法，就在这里，刚才这几条，你看，还有一条，817公报的内容，并不表示美国与台湾的授之前要遵循北京所有这些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搭嘎，美国就是以台湾关系法来跟台湾这个往来，不需要遵循你北京。有这样的，又这一次啊，这个是谁啊？美孚公司的 CEO 啊，他拿46亿退下来当美国的国务卿，一句话叫中国你不能造岛，你不能登岛。你看都是这些鹰派的，你看这个叫提勒森，美国对台有法律承诺与道德的使命，美国国务卿提勒森近期回应国会议员，怎么样？就是书面提问的这些指出，他倾向支持美国的一中政策，不是一中的原则。然后台湾人民是美国友人，怎么样？不该成为交易的筹码，希拉里就是要把我们当成筹码。要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来统一台湾，差一点，不是说就会被他统一去。我们这样过敌，不晓得过敌多久啊！所以这样，美国对台湾承诺是法律承诺，以道德的使命。你讲到你嘛，稍微较公道，这不是啥？他们在我们一万个共和国。这个军队器，他是以前1995年到1999年的众议院的议长，他讲什么？他现在讲的很多这些都是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你侵犯台湾，美国绝对不会坐视不管。我跟你讲，都是这些硬派的。台湾民主党现在真正出落点，福气恁呐，恁也在拍着头啊。对，谢谢，不是为我鼓掌，为你们自己鼓掌。AIT 证实美国将派现役军官驻台 ，ROC 很高兴，驻台是为你们驻台吗？驻台是为台湾民政府驻台，为台湾驻台。
不是为 ROC， 也不是为 PRC， 所以他现在可以建立军人，现在已经都来了。现在 AID 已经早就盖好，你知道，是外面的那个秀面哦，慢慢盖。其实下面地下十六楼、几楼都在用啊。现在海军陆战队都来了，你们不知道，他盖的好像上面哦，好像美国的那五角大厦一模一样。你们知道亚太地区有一个部队哦，非常强，你知道吗？刚才我讲的那个环太平洋地区的那个环太平洋的试验，那个人哦，把调派最强的海军陆战队叫第三演练队，在那哪里呢？在琉球啊，在那霸，在那边的，那边到台湾来很近的，快点一下来就来，远征军的那些都是什么敢死队啊，手脚都干净利落啊。杀人不眨眼的那些都在那里，有很多现在也在台湾的。我以前是做美军的那顾问团的生意，我都是跟他们买收买汽车啊，我都很熟啊。像我来看到欧兰嘛，欧兰讲，哎，欧兰，哎呦，靠边靠边，刚才讲一些了，现在没有了。现在美军在台湾来哦，他们规定不跟人家打架吧，所有在这里，你看你们有没有看到？那个美国的那些军人带小孩，那个不是来观光的啦，他们都住在这里啦。那个谁，高雄、台南、台中，还有我们这里的那个桃园，还有天母，美国学校都扩大，都是他们在住，送小孩去读书。所有这些现在已经都在使用，慢慢，现在都要快来，就是跟。PRC 彻底的斩断，把 ROC 彻底的让他们退到金门马祖去，我们这个时候就会很明朗化。你看，这些都来了，虽然是来访问，不是的，这些都来了，都住在哪里？他们都在清泉岗，在哪里？在加山，在哪里？他们也有在那个来来去去，在以那国岛，日本的跟台湾有100公里的地方，还有这些州现在在哪里？在 AIT 的，在那个地下。你看这个是以前驻联合国的大使，这个也是鹰派的。台湾、南海，把所有这些那个什么琉球的这些那个军队，把它派到台湾来。你知道现在琉球有多少人民啊？48000个，首尔有多少啊？28000个。首尔以前啊，要赶美国走火，那个稍微太平一下，没事一下，我烧人他要赶他们。现在看到金正恩的时候，那个灰弹，那个什么，那个核子弹，现在吓得要命。他们现在会不会再叫美国走掉？没有了啦，只有琉球，琉球那些都以前台胞。移民到那边的，中国都有给他们好处，一直巴结，一直巴结。你们、哦、要跟日本、哦、要跟他们要，你们自己要独立。然后那个钓鱼台不是你们，是我们祖国的、哦、他们都是这样的。日本安倍晋三现在是怎么样啊？我会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我都可以派兵去。亚太地区有事就是我们有事。我们有事就是美国有事，美国都讲了一句话，美国跟日本我们的军事是一体化，他们都讲得这么清楚。你看看萨德飞弹，萨德飞弹这个证明中国听到萨德飞弹的时候气冲冲的，俄罗斯跳脚，什么原因？这个太厉害了。你现在就是说，你中国哦，你要打什么出来的时候，我告诉你的，那个像我们这里乐山的那个 GP， GPS， 那个是什么雷达？所有的现在在卫星有5个卫星联合起来都对照了乐山雷达站。只要在中国有发生2只蚂蚁在打架，啊，这个有危险，他要挥弹，一分钟马上射到哪里？美国的北美的反空挥那个反空试验部，马上就四面八方，不晓得哪里，现在也有那种电磁炮，一时200公里就射下来，
在哪里你都不知道，射出去的时候爆炸，整个中国会摆乱，整个中国会58%还是68%的电力哦，通常会中断，因为它打出去的时候，好像那个玻璃丝就散掉，整个东西让你的电线电流会修大电。你还有什么无线电那指挥？还有什么？什么都没有了。你知道美国？美国都不讲，中国都在秀他的肌肉。美国跟日本有时候偶尔秀一下，不知道日本、美国现在的厉害。现在来的时候，他们只有讲什么？讲那个钓鱼台是符合美日安保条约，美日安保条约就是到澳大利亚的这个安全条约嘛。萨德飞弹就是中国叫普京会，你千万不要答应美国装萨德飞弹，我们大家来谈。有一次我看到普京会去坐在习近平旁边的时候，我就哎，这个有问题了哦。对自己，我不晓得天生的还是什么，我特别敏感。就是普京会答应中国，我韩国禁止美国那个在这里设置萨德飞弹，结果他一答应了，结果中国毙命了，把他所有三艘三千在中国市场有很多地方供应的地方把它挡下来，三千没有办法。结果要三千提供出来资料是什么？普京会有密友干政，结果普京会被挖。